注意看，这里嘛，有斜面嘛，哎呦，三角板球啊！记住，这有斜面，啊，从这里画出去，我用蓝笔画哦。记住，正常来讲，如果这样子都不能画在这里。 一定要延伸到很外面，这样子嘛，啊，都要延伸到很外面，啊，有斜线的地方，不，斜线有线跟它接触的地方，都要把它画出去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延伸到很外面，哇，糟糕。 知道吧？好，来，这条线就是这条线，对吧？这条线就是这条线。有时候这边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，这两个是一样的造型嘛？知道吧？所以来哦，像考试考这一题，我就不会这么麻烦，还要在那边量。请问你这几公分？1、2、3、4、5啊，15公分，对不对？ 我就这边直接先画了啊，我就直接画在这里，啊，1、1、2、3、4、5，是1、2、3、4、5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所以。 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嘛，所以这里是取这两段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这里，哇，不够深，取这两段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这球。 是不是？对吧？对吧？这条线是这嘛？是不是3公分？是不是这中3公分？对吧？再来，哇，这条线是不是这？所以是不是2公分？是这边哦，哇，这边哦，知道吧？再来，加1公分，加2公分，对不对？ 这里是把它画起来，所以你看斜面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过来，有没有 ？OK 了，答案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是可以直接画哦。如果他说适当位置就是这样子画哦，知道吧？可是如果他画叫你画在。 左手边呢？哎，右手边呢？你就应该怎样？一样啊，老师讲的。如果他真的叫你画在右手边，你要怎么办？啊，比如只是这样子，你的答案卷是这样子，这里有空位的嘛？对不对？是应该这样子直接来。 等一下，我先画这个的平行线，这个平行线把它平移过来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这个对过来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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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移过来了。 转移过来之后，好，我先把这个拿走拍，一样啊，就跟刚才画的方式一样啊，画垂直线，对不对？画垂直线，画垂直线，画垂直线，一样啊，再取5公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 知道吗？好，辅助视图，不会的拜托把它搞懂。
是不是很简单？知道了，可以吗？啊。